他们是挥洒汗水的实战者，他们用骨血走出王者的征途，撕开搏击沙场的外衣，我们来展示综合格斗赛事真容。最强者在洗礼中越发强大，涅槃加冕，成就传奇之路。王者冠军赛角斗将起，让世界舞坛期待中国力量。在人生的征途上，每一个行进的足印都伴着一个梦。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菲律宾版李小龙傲慢遇战中国战狼胡勇，漂亮！胡勇这下接腿迎击，漂亮后手直拳迎击，眉骨开了，傲慢的眉骨被打开了，眉骨开了。而且刚才胡勇那下中扫非常重啊，明显从表情上看。蒙古族雄鹰伊布格勒再战珠海，对阵韩国硬汉全度九。我们从现在场上两位的激烈对抗哈，我们看得出双方的这个技战技都是非常精湛的。全度九把伊布格勒顶在了龙网边缘，要抱摔，哎呀，可惜摔的是。桑博高手俄罗斯悍将斯米托夫迎战美国空手道高手香农瑞奇，93公斤级的对决，地动山摇。王者冠军赛珠海战，更多精彩稍后继续。飞膝，飞踢被抱单腿了，抓龙网了，但是抓龙网动作太快，裁判没有及时制止。My name is Jose Umania. I'm from Philippines and I'm starting fighting MMA 23 age of.Now I'm 27. I like to fight MMA because of my future, and I want to give my family a good life. In 2013, I worked in the boxing gym, then have a MMA. Then I start to training BJJ in kickboxing. Then that's why I have thinking I want to try a MMA fight. So I love MMA now. I like to fight to get more experience. If me win, my family, my friend, all people watch me, my fight, so proud of me. 王者冠军赛共祝中华武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王者冠军赛珠海站。接下来，男子61公斤级，首先有请蓝方选手登场。曾经的战绩是1战0胜1负，
他是综合格斗领域的一颗新星，在这样一个比赛的赛场上，他还需要大量的比赛来历练自己，而且他崇拜中国的武术家李小龙，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菲律宾李小龙。让我们欢迎来自菲律宾的阿曼。红方选手年龄20，身高1米68，比赛体重61公斤，曾经的战绩是5战4胜1负，2次 TKO 获胜选手。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战狼何阳。好，现在画面上方手套缠蓝色胶带是来自菲律宾的傲慢，绰号菲律宾李小龙啊，而且他之前也打过 OMC 这样的亚洲顶级综合格斗比赛，而他对手缠红色胶带的胡勇是来自重庆，绰号战狼，而且胡勇之前也打过英雄榜的化龙诀，大家可以看到像什么大成武艺啊、英雄榜啊、英雄榜化龙诀啊，还有精武门啊，都为王者冠军赛输送了很多高质优质的选手。从现场的这个双方的高度和这个臂展来看呢，菲律宾的李小龙其实更具优势一点，他一直把这个距离控制得比较好，而胡勇多次想要上前进攻，使用摆拳都扑了个空。低扫被迎击了哦！你看傲慢的这个后手大摆拳迎击，等的就是你低扫那一下机会。转身拳，胡勇躲开了。中扫。好，那个看表情，明显看得出傲慢有点不舒服。后手直拳，两个人重击都命中对方了。眉骨开了，傲慢的眉骨被打开了。眉骨开了。而且刚才胡勇那下中扫非常重啊，明显从表情上看得出傲慢很难受，而那个胡勇的 Color Man 就说：“哎，刚才那个傲慢有个飞膝对对方的上勾拳，而那个胡勇的 Color Man 就提示他，对方已经被你踢岔气了，不要松懈，追上去继续追打。”两个人啊，近身抡拳互抡。胡勇的打法确实有点这种像狼性的打法，就是一扑上去就丝毫不给对方机会。哎，胡勇被 KO 了。后手直拳迎击 KO， 两个人都有后手迎击的 KO 啊！我们今天终于迎来了今天第一个 KO。上一场我们迎来今晚第一场降服，这一场迎来了今晚第一场 KO。慢镜头回放，我们可以再来重看。现在本场比赛在第一回合1分44秒，南方的来自菲律宾的李小龙 KO 获胜，所以本场比赛裁判一致认定南方获胜。掌声送给梁启超老板，同时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主播。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颁奖嘉宾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今天的明星嘉宾，让我们欢迎2008年北京奥运会70公斤级散打冠军缠肢队创始人蔡良缠。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时我们看到蔡良缠的身影吗？那一次他第一次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为中国拿到一块沉甸甸的金牌。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啊，你是奥运冠军，但是在我心中，我觉得你是中国颜值最高的奥运冠军啊。朋友们觉得蔡老师帅不帅？
那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啊，我觉得你是最有资格代表格斗界说两句话的，来吧，对王者冠军赛有没有什么样的期望？对，首先很荣幸今天到这个赛场，在珠海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水平的 MMA 赛事，希望王者冠军赛越办越好，变我们的中国的 UFC， 加油！好，谢谢啊，谢谢曾冷禅。他希望那个王者冠军赛能够成为中国的 UFC，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是来自草原的搏克之王，综合格斗职业联赛金腰带获得者，如今在王者冠军赛的擂台上火力全开，看传统蒙古跤如何制服对手，草原雄鹰又有怎样的内心世界？下节王者冠军赛精彩继续。他们是挥洒汗水的实战者，他们用骨血走出王者的征途，撕开搏击沙场的外衣，我们来展示综合格斗赛事真容。最强者在洗礼中越发强大，涅槃加冕，成就传奇之路，王者冠军赛角斗将起，让世界舞坛期待中国力量。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视。在人生的征途上，每一个行进的足印都伴着一个梦。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完善自己，超越自己。生活本来就不容易，日复一日的枯燥，肉体麻木的疼痛，克服心中的恐惧， MMA 会让我变得更坚强，教会我如何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对我来说，它就是生活。我从草原来，我是雄鹰，天空之王，我是伊布格勒。关注王者冠军赛，共祝中华武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王者冠军赛珠海站，接下来有请蓝方选手登场。
为您介绍南方选手，年龄20，身高1.80米，比赛体重66公斤。他的特长就是自由搏击，曾经的战绩是7战5胜2负。在王者冠军赛首战合肥战的现场，他就获得过次胜利。让我们欢迎来自韩国的挑战者全度九。红方应战者年龄27，身高1.76米，比赛体重66公斤。他的特长就是蒙古式的摔跤，曾经的战绩是7战4胜2负。让我们欢迎蒙古族的战斗英雄雄鹰一步哥。领域当中的唯世界级的裁判，有请赵子阳。Fighter, come here. So we have been through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and follow my instruction at all times. Touch your gloves. Back your corner. Just,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66公斤，也就是羽量局的比赛。画面上方，身上纹身的是来自中国的蒙古族选手伊布格勒。伊布格勒来自上海龙武士战队，擅长蒙古跤。这位蒙古族的选手呢，曾多次获得蒙古跤博客的冠军，也是当今拳坛唯一一位由博客转型为 MMA 的运动员。转型到 MMA 之后呢，伊布格勒意识到自己战力的不足，在刘小强教练的磨练下，也逐渐打出一些成绩，慢慢成为一名优秀的 MMA 运动员。那转型成功的他之后呢，参加过6次比赛，3次获胜，曾经参加过 RO FC 武林龙中队和王者冠军赛等赛事。而他对手全度炯呢，这位韩国选手去年年底的王者冠军赛他也有出席。转身拳，而且全度炯在去年底的王者冠军赛上一致性判定胜了严博。而且今天那个严博也出战了今天的王者冠军赛，而且严博今天恰好也是胜了。好，正蹬滑倒了，上勾拳躲开了。其实蒙古族被我们称为中国的战斗民族，仿佛一出生哈就是这种格斗能手。从身材上来看，我们看身材健硕，力量强大，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韩国呢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较强的民族，他们对于荣誉和战斗都有特殊的情怀，并且韩国的这个格斗体系在亚洲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从现在场上两位的激烈对抗哈，我们看得出双方的这个技战技都是非常精湛的。现在全度炯把伊布格勒顶着，在地面没能控制对方，断头台。这下子坐不死，刚才那下坐。
红方选手有断头台，小虎对手本场获胜方来自红方选手耶姆格勒。谢谢，谢谢大家，在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的观众，就是我最大的力量。首先我感谢我团队，感谢龙武师，感谢王者冠军赛，谢谢。掌声送给我们战斗英雄，希望你在未来综合格斗的擂台上越走越远。93公斤级的八角龙巨人之战，空手道高手香农瑞奇大战三国冠军斯米托夫，壮汉间的较量看似势均力敌，却是一场肃杀之战。美俄勇士谁笑到最后？王者冠军赛珠海战稍后揭晓。他们是挥洒汗水的实战者，他们用骨血走出王者的征途，撕开搏击沙场的外衣，我们来展示综合格斗赛事真容。最强者在洗礼中越发强大，涅槃加冕，成就传奇之路。王者冠军赛角斗将起，让世界舞坛期待中国力量。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视。在人生的征途上，每一个行进的足印都伴着一个梦。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相信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4月29日，王者冠军赛珠海战即将迎来又一次巅峰之战。我准备好了。接下来到了今晚的压轴大戏，重量级男子93公斤级的比赛。让我们首先有请蓝方选手登场。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final fight of tonight. Here comes the blue corner from Russia. I give you Vitaly!
接下来有请红方选手登场。Still on Benzino dick, talking about him dead broke, then you must be crazy. Every time you up in the sauce, your label gotta pay me. Make me come to Detroit and put the gun to Haley. Have everybody like Benzino going crazy. Time for the game, I'm the one running the race. Got a Bentley for every little bump in your face. Cause you're rapping up in the streets, we can box it out. All you bluffing on the records, just popping your mouth. Used to do songs about smoking crack and dust. Back when the St. Clown Posse smacked you up. You a drag queen, why you keep your hair that color? Know your mom when she swallowed you or put on the rubber. I'm here to bang, suck a dick, play your position. Fuck apologies, hollow tips is all that I'm giving. You better lose yourself and I find you, remind you what the nine do. If I let it blow, it only take one shot. Do not make me cock this foe. Your life's opportunity come to a flat line. You better lose yourself and I find you, remind you what the nine do. If I let it blow, it only take one shot. Do not make me cock this foe. Your life's opportunity come to a flat line. Yo, let's get in depth for a second. About the life you live. Every other record crying about your wife and kids. Better lose yourself for a couple moments or more. You don't want drama or a bullet hole in your jaw. Let's take it back for a minute to the Grammy Awards. Backstage, Elton John had his hand in your drawers. And I don't care how many nails you put in my coffin. Ask your baby mom why she take flights to Boston. Anybody like, why you fucking with M? He made 3 diss records. Man, I'm under his skin. You better stick to diss and cats like Fred Durst and Britney.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蓝方选手，年龄32岁，身高1米86，比赛体重93公斤。他的特长就是泰拳，曾经的战绩是36战27胜9负。据说在俄罗斯的格斗界，无论是泰拳还是柔术界，很多高手听到他的名字都闻风丧胆。而且在近两年，据说凡是他的挑战，还一度无人敢出来应战。让我们欢迎来自俄罗斯的舞者斯米特夫。他的应战者，红方选手，年龄47岁，身高1米75，比赛体重93公斤。他的特长就是摔跤和拳法。他有着非常惊人的战绩和经验。136战53胜79负，4平。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大炮香奈瑞奇。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在这么晚的时候还跟我们一起收看王者冠军赛珠海站的比赛现场。我是刘婷婷，我
是何鹏，今天是本晚的最后一场亚洲组赛侧穿，漂亮。而且画面上方穿那个红白条短裤的是来自美国的香农瑞奇，而他对手是来自俄罗斯的斯米科夫。啊，西装啊，抱双腿摔倒地了，吓死了。现在呢，香农瑞奇在一个侧压位，而且香农瑞奇相当于是今天打比赛所有选手里面最具有最大的对啊骑乘，但对方起桥了，那香农瑞奇会不会拉后背？因为香农瑞奇是巴西柔术黑带，所以地面技术应该，对他还是会坚持打地面的。而且香农瑞奇在2000年的时候就打过 Pride 十一的亚洲主赛，并且还上了英廷和志。你看他的右腿上就纹上了 Pride 的标志，左腿上有 Pancras 的标志。你看他当年把 Pride 是纹在了自己右腿上，由于那个香农瑞奇是地面上高手，所以说是希望对方在地面跟他来打一场。啊，斯米托夫忌惮他的地面技术，迟迟不跟他的地面应战，但是他现在起身必须得保护好自己头部，如果贸然起身很容易被对方高扫。好，起身了，挑衅了，但是这个挑衅一定得控制好距离。不停的，香农瑞奇不停的用单腿跪地的姿势来诱惑对方打，跟他打地面战。正蹬，而且香农瑞奇在2013年的时候也在英格兰拿下了 IFC 的重量级冠军啊，也他平时对体重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既可以打93公斤的次重量级，也可以打84公斤的中量级。飞膝飞踢被抱单腿了，抓龙网了，但是抓龙网动作太快，裁判没有及时制止。所以斯米托夫还是比较忌惮香农瑞奇的，也知道他的对手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我就不跟你打地面。香农瑞奇以前是曾在美国军方服役，退役之后又加入了雇佣军团队，雇佣军团世界闻名的黑水公司，对，然后去科威特、伊拉克、阿富汗保，哎呀 KO 了，就是那下 KO 对手。本场裁判一致认定蓝方获胜。我把掌声送给斯米托，一把掌声。闪电侠牛康康苦战三局，凭借速度和拳法的优势勇挫日本武士宫良浩明。野马蒂达尔遭遇俄罗斯悍将，展现摔跤王者风范。